接下来为大家讲解的动作啊，叫后夹镜，一字别摔，啊，一字切别，哎，为大家示范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。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敌人慢的少，往前带。啊，形成一字切别。那么，刚才这两个动作是有差别的啊。我们在侧夹镜翻摔的时候，是将敌人向后摔出；在后夹镜一字切别的时候，是将敌向前摔出。啊。这个动作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了。